常玉爱马画马，他的马画样貌多元，时而顽皮翻滚，时而奔驰嬉戏。这幅或可称为黎明之马的作品，则是少数刻意强调大地初醒、天光将现的黎明氛围。那是艺术家在巴黎孤寂的创作生活中对自我的期许、激励与等待。常玉本名常佑书，四川顺庆（今南充）人。1901年出生于富商家庭，在家中排行第六，备受家族兄长疼爱。在大哥资助下，以勤工俭学身份前往法国留学，成为中国早期留法学生之一。一生滞留巴黎，直到1966年辞世。也是少数能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举办个展的华人艺术家。尽管出生殷富家庭且才气纵横，作品亦曾参与1955年的巴黎独立沙龙备受肯定，但深具艺术家个性的常玉显然并不擅长经营自己，更不谙和画商的交往之道，加上常年放荡挥霍，终成穷困潦倒的失意画家。1963年，台湾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黄济禄和常玉为四川同乡，前往巴黎访问，得知常玉状况，特邀他前来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并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个展。常玉喜遇之音，大为兴奋，除一口答应，并在1965年先在巴黎友人家中举办预展，且将展出的40余幅作品寄回台湾，自己则先到埃及旅游。不料巧遇埃及与中华民国断交，也中断了赴台之行。此后去世于巴黎工作室中，享年65岁。常玉送往台湾的40余幅作品，后来由教育部移拨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并在2017年，也就是常玉逝世50周年时，举办大型纪念展，轰动一坛，备受民众喜爱。常玉的创作风格在简洁的构图中充满生命的寓意与象征，或是带着高贵喜庆气息的花卉静物，或是隐含人生际遇起伏的动物形象，在高雅与执着兼具的造型与色彩中，拨动观众心弦的共鸣。此幅未著年代的马，黎明之马，应是1960年代初期之作，也正是同乡高官黄济禄邀请他赴台任教的时刻。相信艺术家的心情，就像那匹暗夜中奔行的白马，喜见黎明天光的来临。这件作品一反常玉喜用平面色彩当背景的惯常手法，是以带着笔触及丰富层次变化的色彩，表现那大地初醒、天光萌动的黎明氛围，充满着情绪的激动。而那看以纯白的马匹，其实也有着淡为粉红色的成分，这是常玉大批马画中深具特色与情感的一件佳作。常玉毕生创作并没有坚持民族情感，但他生命中具存的民族文化毫无疑问地成为创作中自然流露的情感来源与表达语汇。马一向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以马喻人，
也以马喻己，朋友相交之心更以伯乐得势千里马为比喻。常玉之以马为主题起于1920年代初期，那也是他出往巴黎学习的时刻。相传徐志摩自伐反中后，仍曾去信常玉，提及他对常玉马画的经验与钟情，期待能拥有一幅马画。但常玉的马画从早年的成群潇洒，逐渐走向单一孤独，自然和他生命的际遇有关。特别是30年代之后，由于作为他经济来源的兄长的辞世，以及相恋十年的女友的离去，常玉画面中的马往往也成为他自我的象征与写照。一生滞留异乡的常玉受到当年许多艺术同好的赞赏与收藏，包括荷兰籍作曲家法兰寇及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籍摄影家法兰克等。但随着常玉的过世，他的作品曾一度被人遗忘将近30年的时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常玉的作品才随着亚洲艺术市场的崛起深受注目且备受喜爱。但人们在欣赏他的作品时，不应遗忘他那坚持艺术品质的纯正初心，乃至困守贫穷仍不甘陷入谄媚的清高人品。常玉甘心选择贫困，却也守住了艺术的品质。常玉人如其名，坚守其意，常保玉洁。